但下面已经更脏了，就不能擦。还是干掉，还是会有痕迹。嗯，湿的时候看不出，但干的时候可以。但是比较没那么明显。在哪里？看来是叶片结局。那我脚不会被割到。你的脚被割到？我是脚不会被割到。不会啊，它冻得很舒服。我都没有眼睛，我怎么看得到？那就还解体两个哦，三个，是三个，那就要换。哎，那另外一只你去飞平原了，这个是比较不好的那一只。我说因为时间太晚了。你没有带叶片来吧？我有啊。一片坏了，对啊，三片的，哦。